美国职棒大联盟总冠军赛才7-4胜制，若比赛完第三场时，道奇队以2-1领先洋基队，四球一利用树状图表示往后比赛可能性，二往后比赛可能性有几种，又其中道奇队获得冠军的情况有几种？我们用 D 表示道奇队 ，Y 表示洋基队获胜，完了已经是2-1，所以我们用 DDY 表示。那只要道奇队再赢2场，或是洋基队再赢3场，我们就可以确定冠军赛。画出树状图如下。那我们就总共有几种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所以总共情况有10种。而其中道奇队获得冠军的，所以最后结尾的话是道奇。道奇我们用 D 表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所以道奇获得冠军的6种。